你抓住咖啡风口了吗？全球人每天喝走35亿杯咖啡，属全球交易量第二大的商品。咖啡受到全世界的喜爱程度跟水、茶、啤酒不相上下，所以每天饮用量有这么多。今天你是否有想过，不用开店也能卖咖啡呢？而且还能够赚取美金的收入？一环球的新产品枸杞花园咖啡是世界上唯一一款有黑枸杞的健康养生咖啡，采用的是欧盟的高级阿拉比卡咖啡豆，加上花青素之王的黑枸杞，让这一杯成了咖啡界的焦点。今天我们可以免费加入成为会员，就能拥有17个国家的代理权。只要有一部手机，我们就可以做到天天开店，卖出这个健康的咖啡。咖啡钱在庞大的这个商机，可以一边喝咖啡，同时赚一辈子的美金。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试一试呢？就算你不喝咖啡，也要了解这杯健康饮料，因为单在中国就有过万亿的潜在市场。我们的团队提供教学，帮助你一起把网络咖啡店开拓全世界、全球，人人都可以成为精品咖啡店的企业家。